遊びは終わりだ。参ります。えいよ、日本一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帅年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新游戏，名字叫《全明星激斗》。这是一款很有特色的游戏，集合了很多游戏的知名角色，可以说是一款格斗游戏，也可以说它是一款策略卡牌游戏，因为它就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体现。以前玩格斗类游戏，总是跟别人打不过，手速和反应完全跟不上对手。玩这款游戏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，只要你有好的作战策略，就能在战斗中取胜，根本不用担心手速不够呀。游戏的大技能还带特效动画，看起来都非常的热血。先给大家展示几个，比如说八神庵，还有草剃君，虽然不需要我们秀操作，游戏中的激斗场面也是丝毫不逊色。游戏围绕格斗之城的世界观，不断挑战和提升自己，这种养成型的玩法让人成就感满满。说了这么多也只是简单介绍，丰富的游戏内容还是在游戏中感受。接下来我来进游戏体验一下，前面呢我们就不管了，上来先去挑战一下对手。第一组还是一对小可爱，那可露露和利姆露露，男的打女的也不能说欺负人嘛。看看着那可露露还是挺凶狠的，这明显就是女汉子，所以咱们下手不能轻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如我前面说的那样，角色的技能释放不需要什么操作，对于我这种手速不够的玩家来说十分的友好。所以小伙伴们，像我这种既喜欢格斗游戏又担心自己操作不过关，全明星激斗这种策略卡牌游戏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